仁慈的天主，你纯洁美善，完整无缺，你不舍弃我们罪人，派遣你的圣子降生成人，救赎我们，又用他的圣体圣血养育我们的灵魂。咁大胆走到你的面前，许下诚心竭力，在言语行为上做些爱你的事情，且我为爱你而生活，求你激发我的爱德。阿们。仲未走啊？系啊 ，Miss， 我帮你啊。你唔系唔舒服咩？想翻屋企休息下。唔使啦，我都冇事。夏棠分咗假打篮球，一齐玩啊！好啊。拜拜 ，Miss。拜拜。你冇嘢嘛？彤彤嗌交？唔係啊，擺好啦，我走先啦，拜拜 ，Miss。嗯，繼媽，你翻嚟啦，我攞咗啲湯過嚟俾你飲啊，趁熱啦。唔使特登過嚟啦，你行去都麻煩。唔麻煩，煲開湯攞埋過嚟俾你飲啫嘛。誒，我今日煲紅青蘿蔔豬骨湯啊，下火啊，趁熱啊。唔該，劉主任。喺屋企啊，做劉主任。係咧，翻咗幾日學，慣唔慣啊？有冇俾學生蝦？都冇嘅，啲同學仔幾好，名校唔同啲啦。咁啊係啊。我哋學校啲校風一向都幾好嘅。啊，不過今日咧嗰堂有個同學仔就俾人排斥咯。我見佢上堂又唔一齊打波，落堂又自己一個人咁。有咁嘅事？嗯。哦，或者咧青春期啲女仔係咁嘅，中意嘅咪傾多兩句咯，唔中意就分開噶啦，好閒嘅啫。好大飯，你做咩唔大嘅？啲老師煮飯啊！你隻手細個貪玩又有型咁咯，不過依家好後悔啊，好似俾一個自殘嘅標籤自己咁樣。你咧，又係貪玩啊？都唔係嘅。Miss， 你有冇拍拖啊？嗯？
你有冇試過中意女仔啊？豬粉醒啊，林粉豬。係啊，又食面，你唔厭嘅咩？冇話煮俾你食啊。我要多隻蛋。你煮啦，好冇？唔制，你整翻食。制唔制？整翻食。我都唔知應唔應該表白好，佢就嚟要去外國讀書啦。佢下個禮拜就飛啦。我都唔知應該點。我只可以話唔好俾自己後悔。天父，我到你面前赞美、崇拜、爱慕你，感谢你派遣你的独生子耶稣，赐予孩童及青少年生命，宽恕他们的罪，并在你的庭园内预赐他们一处居所。请你派遣圣神引导他们，在每日的生活中为他们增强力量。你给我们爱的力量，我愿意爱你，也使众人爱你。为求我能在完美的爱中生活，我甘作全凡之祭，
致献于你的慈爱。早一啲啊！俾心機讀書啊，考好啲。知道。拜拜。女啊，女生大龍啫。哇，係咪女仔嚟㗎？讲俾我听啦，系我做错啲咩啊？你同女仔拍拖，竟然呃同我咁耐，你抄我啲嘢。如果唔系，我帮你接生发觉到。你是不是呃我成世啊？你冇问过我就睇我啲嘢，我帮你执翻好啲嘢，你一句唔该都冇，仲闹翻我转头。
佢叫咩名啊？你学校投诉佢啊？冇啊，妈咪，冇啊。你唔讲啊嘛？你真系令我好失望啊！契妈一直都冇管你，一直都咁锡你，仲当你亲生女咁嘅样，你竟然做埋嗰啲咁嘅嘢，同女仔拍拖，点解啊？点解你变成咁样啊？为什么你跟女仔拍拖啊？你是老师来的，你要以身作则啊。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你会变成这样啊？我没变啊，我一直都是这样，我天生就是这样。其实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爱，那为什么同性恋就会是罪呢？男同男，女同女，哪可以爱的？天地间呢，就有阴有阳，有正有邪。同性恋啊，只不过是一己私欲，破坏了大自然的规律。同性相爱啊，是违反生理的嘛。谢丽珠起身啊！喂喂，好吵啊！起身啊！起码食下。唔该。哼，你系咪成世都唔拍拖啊？留翻嚟摄咗啦。系啊。我有呢间姑婆屋啊嘛，我真系怀疑你咧系同性恋啊，成日将自己打扮成个男仔咁嘅。真噶？唔系啊，我哋根本冇将来。点会冇啫？我哋之前计划过噶嘛。我想结婚，我想摆酒，我想俾我屋企人知，我唔想再呃我屋企人啦。我哋讲过一齐面对噶。点面对啊？我屋企人唔会接受噶。Thank you.
咩事？知唔知蔡榮彤點解兩堂都唔翻學啊？唔知啊，淨係知佢轉咗男女校，可能想識男仔啩。創世記第十九章十歲，所多瑪人犯下同性戀的淫亂，特別惹動神的怒氣，從天上降火，將二城焚燒成為灰燼，作為後世人的尷尬。同性戀者是迷途羔羊，让我们为同性恋者祈祷，帮助他们归顺主的怀抱，得永生。我的天主，我的慈父，我犯罪得罪了你，很觉惭愧，也真心痛悔，因为我辜负了你的慈爱，枉用了你的恩宠。我今定志，宁使再不得罪你，并尽力躲避犯罪的机会。